我孙仔六个月大啦，我谂翻起佢啱出世嗰阵时啊，我有骨质疏松症，好容易骨折啦，连抱下佢都唔敢。好彩医生建议我食健骨龙，每星期一粒，六个月咋，医生就话我骨折嘅机会咧已经明显减低咗啦。边个话一星期食一粒好麻烦啊？食药就最紧要快见效，我而家唔惊骨折噶啦，日日抱孙都得啦。健骨龙全球销量第一的治疗骨质疏松药物品牌。